每到传承客家音乐，屏东县高树乡体育馆文化传承协会特别拜托萨斯公园办一场重阳敬老音乐会，邀请的体育馆三个班从此乐舞团、重庆管乐团连登上台表演，同当地带来难得的音乐盛会。体育馆三个班的乐舞表演，本人将贵托的加拿科斯班上舞台，以配合原创歌曲《农感人的前进》。那晚立马班带面，从此乐舞团表演男女对唱歌曲《山头情歌》，表现出早年农村播书的情爱。重庆管乐团演奏开单歌，古乐四十人员的演出团队为现场带来一股震撼的气势，也被体育馆文化传承协会举办重阳敬老音乐会，除了提供客家音乐的响应以外，也伴无相同的艺文团队有相互交流的机会。哦，我感觉过好呢，难得那个下体来参加呢，女儿也唔是参加过。也对我哋乐团来讲吼，系一个巨大嘅进步嘅学习嘅空间，来推动，系咧客家传统文化啊，继续包含体育馆人啊，持续记忆歌词。体育馆重阳敬老音乐会演唱方式由独唱、男女对唱同团体体合唱。在表演形式方面，每一个团队也准备好符合情景的服装同套器。古夜两点钟的客家曲调，跟当地的老人家感觉到够相似。客家新闻陈文廉屏东报道。